各位贵宾，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欢迎您与我们在今晚一起透过美妙的音乐共度这美好的时光。上周一是中秋节，从小我们都听过月圆人团圆这句话，由此可见家庭在我们的心中有多么的重要。今年更是教会的家庭年。在去年十月底，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曾经对群众说，家庭活出信仰的喜乐。主耶稣也曾经说过，使你们的喜乐完满无缺。耶稣希望我们有完满的喜乐，他从前这样对门徒说，现在也对我们这么说。就让我们把耶稣的这句话放在心里，带回家与我们的家人一起分享。我们被耶稣邀请到他那里，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满满的喜乐。歌声是双倍的祈祷，今晚就让美妙的歌声与音符来滋养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以及家庭。本次音乐会是由天主教耶稣会主办，台北市圣家堂筹划以及欧普斯音乐工作室所执行，希望借由美妙的音符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天主的爱。首先由女高音王淑瑶老师以及李佳怡老师为我们所带来的《我们赞美你》。王淑瑶老师毕业于意大利国立罗马音乐院，现任教于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以及多所学校，也曾经在罗马梵蒂冈圣伯多禄大典现场，而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声乐演唱硕士的李佳怡老师，自1990年返国之后，与相当多知名的乐团合作，目前为北艺大音乐系专任副教授，并且为中华民国声乐家协会理事。钢琴伴奏由台湾艺术大学的杨提安所担纲，先让我们欢迎他们。
接下来由王淑耀老师为我们所带来莫扎特的《赞颂上主》。小提琴由东吴大学音乐系专任教授彭广林老师担纲，钢琴伴奏由杨提安担纲，让我们欢迎他们。
紧接着，彭广麟老师要为我们带来相当精彩的小提琴独奏。彭广麟老师除了是东吴大学专任教授之外，每周一到周五也在台北爱乐电台主持古典音乐节目。今天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小提琴中圣经中的圣经，巴哈的夏康舞曲，让我们欢迎他。
Thank you.
紧接着是由李嘉怡老师为我们所带来选自歌剧《鲁沙卡》之中的《月之歌》。
在这部歌剧中最著名的唱段就是水仙女鲁莎卡她所唱的《月之歌》了，因为这首曲目表现了水仙女对爱情的渴望。钢琴伴奏是由多次举办个人钢琴独奏会的张丰玉所担纲，让我们欢迎他们。Thank you.
接下来由黄念祖为我们带来低音管独奏。在6岁就开始举办独奏会的念祖，在2010年获得了全国低音管组优等的殊荣，目前就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今天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胡迈尔 F 大调低音管协奏曲第一乐章中快板。钢琴伴奏是由毕业于东吴大学音乐系的陈姿君老师所担纲，让我们欢迎他们。
接下来是由黄思维老师为我们所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四岁就开始学习小提琴的黄老师，不但小提琴拉得好，指挥的功力更是一把照。现任教于新店高中音乐班管弦乐团的指挥以及其他所学校，目前也正在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今天他要为我们带来的是萨拉沙泰《流浪者之歌》第20号作品，钢琴伴奏由台北市教育大学硕士的杨佩琪老师所担纲，让我们欢迎他们。Thank you.
紧接着是为各位介绍由方明健教授与陈明谦声乐家所共同组成的古典浪漫名曲演出团体 MM Two Michaels。 受罗马教宗册封为骑士的方教授，曾任辅仁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也曾获得金曲奖的殊荣。而陈明谦声乐家也在中华民国101年的国庆大会上担任国歌的领唱，同时也曾经在多所学校担任教职。今天他们要为我们带来的是《上主羔羊》、阿兰费斯吉他协奏曲以及《你勿哭泣》，让我们欢迎他们。
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出吉他协奏曲。那吉他协奏曲演出形式不外乎两种，一种就是跟乐团。那今天乐团没有来啊，那我的伴奏今天也迷路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吉他协奏曲我们用第三种形式来表演啊，我们就邀请我们声乐家用唱的，一张嘴抵100个乐团，好不好？
在上半场的最后，由曾素芝教授为我们带来大提琴独奏。现任教于辅仁大学博士班以及硕士班的曾教授，经常在欧美各国巡回演出，也曾经在意大利发过《圣母颂》的专辑。今天曾教授将为我们带来柴可夫斯基的夜曲，以及维拉罗博士的巴哈风格的巴西组曲第五首。钢琴伴奏由任教于嘉义大学的丁心如老师所担纲，让我们欢迎他们。
非常谢谢曾教授为我们所带来的演出。上半场的节目到此为止，中场休息时间为10分钟，谢谢各位。